这一题呢，它说 pH 是这个三角形的对称轴，那这个对称轴呢，其实就跟我们说这个两边其实是长得一样的啊，所以这两段呢是一样啊，这里也一样，当然这个就会是直角，所以一开始其实从这对称轴我们就知道这两个三角形啊是全等的。那接下来我们再来看一下哈，它说 M 是这边的一个中点。那直角三角形的这个中点呢，斜边中点其实就是外心，就这三段啊，其实是一样长的，所以我们也会有 MH 等于 MP 啊，所以 C 是正确的，这个也是正确的。那接下来呢，这一段跟这一段啊会平行吗？这边其实用的是这个，这里是中点，这里是中点，那。对，三角形两边中点的连线会跟底边平行，而且长度只有底边的一半，所以这平行这个也是正确的。所以错误的就是这个选项 A 啊，因为 MH 跟这两段的关系呢，从这边其实没办法推出它是正确的。